每年暑假马会都会招不同的见习骑师噶，有好多人入到 training 之后冇耐就顶唔顺。现时上紧位，身高只有 1.5 的 Suzuki 李建邦，当年就同潘明辉同埋黄俊同期受训噶，但去到一半真系顶唔顺啦，所以就半途而废啦。要成为骑师，到底点样克服磅数、接住体重呢两个天敌呢？疫情爆发之前，我访问过三位的华籍骑师，去片。大家都是九十后，首先不如等他们自己介绍下自己先啦。我是 Victor 黄俊，几多年啊？我93，我都是93年的，我叫毛显东。Hello， 我是 Matthew 潘，我今年都是93年。其实我想知道你们，因为要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是入了马会，跟住之后再去外国，跟住在外国要浸几耐、几多年或者点啊？系咪人人都不同嘅？跟住点样再翻嚟香港呢？其实都是跟住马会个计划啦。如果在外国浸完两三年，其实都可以回嚟跑噶啦。两三年啊，要？但系两三年里面有冇话要赢几多场咁样？定你一场都不赢，你就可以回嚟噶啦都？个成绩都要 OK 嘅，佢就冇讲个 standard 系几多俾我哋知嘅，咁就尽自己全力去骑啦。咁但系有冇话边一区呢？因為有係咪個個都唔同，定係全部都係紐西蘭嘅咧？個個都唔同噶，我去過兩個地方，我去過南非同埋新西蘭咯。係你自己揀嘅？學校安排嘅。哦，即係冇得揀噶，你哋去邊都冇噶。我分你去邊就去邊咁樣。你哋喺呢段時間裏邊最想放棄係有冇話邊段時間咧？一定有啦，喺澳洲喊曬咩？但係澳洲要好好噶喎。喺Tasmania嗰陣就比較靜啲，自己一個咁用咩方法激勵自己捱過？我要翻嚟香港，翻嚟香港咁樣。多啲打俾屋企人啦。我就比較好彩，我又冇乜特別好艱苦嘅。不過最辛苦係開頭係要等待，即係你要等機會，自己去嘗試去識人啊，爭取機會嗰刻開頭嗰個時間。我要自己去識㗎，唔係啲人過嚟揾你嘅咩？唔係㗎，都你唔揾人，人哋唔揾你㗎。呢兩個校長同高亞志，你哋覺得有咩印象俾於你哋？一江一遊啊，校長就遊啲嘅，都比較照顧我哋咁樣。校長就好似我哋嘅媽咪咁樣咯，好悉心照顧我哋咯，有咩事都會幫我哋解決咗問題咯。講完咁多嘢俾大家知，我都好想知道你台上面咧，你啲配備係點樣嘅？就有兩樣啦，就有馬鞭啦，同埋頭盔。你講先啊，你嗰個勁啲啊嘛？我你嗰、那個佢，因為點解佢嗰個勁啲？我想講，因為佢頭先遠前講，依個係自己俾錢買嘅，依兩個係學校俾嘅，係咪？所以就講你嗰先。我嗰個物料就唔同啲嘅。幾多錢啊？我呢個價錢嘅嘢就唔好多講啦。點解有錢啫？你又唔係有錢過你？我哋都係打份工啫。講呢啲保護性好啲，同埋佢用嘅料就硬淨啲，同埋透氣度高啲咯。咁但係你裏面都裝咁多棉落去啦，你透氣跟住裝咁多棉落去，透到咩？加多個毛粒。唔係。咪係咯，嗱嗱嗱，呢個唔係棉嚟嘅，呢啲係嗰啲佢個 size 係嚟㗎。真係唔講唔知呢啲嘢，係咪一樣㗎？你一樣㗎，一樣㗎，特別再唔使錢咯。我直接下啲片頭嘅先。一個頭盔可以用幾耐啊？可能就算冇乜事，但係可能你度過馬，佢見到有一條裂痕咁，佢都要換嘅。另外啦，馬鞭啦。見其實係咪個個都唔同？咁神操同出賽係咪會有唔同嘅？如果你神操有時騎啲年幼嘅馬，啲用啲軟鞭咧，純粹係整個聲出嚟，唔係真係有感痛嗰個感覺。空鞭嚇？打空鞭係類似，唔係即係係一個提示，有把聲咁樣，咁佢哋反應咪冇咁大咯。身为一位骑师，体能同埋做磅系缺一不可噶。每一位骑师都要有最低嘅副磅，举例要做出115磅跑，扣埋马鞍，身体长期要维持喺110磅左右。由于佢哋入行嘅时候正系发育时期啊，唔食都会自己增高增磅，到底佢哋系点样 keep fit 嘅呢？即係有冇話啲咩運動係可以鍛鍊個平衡力啊，或者柔軟度？因為你哋喺馬上面咧都好考嗰個平衡力噶嘛。我自己個人中意跑步咯。跑步練氣咯。唔係點解要練氣咧？你又唔係游水。咁跑馬呢個係短時間但係做最大量嘅運動出嚟噶嘛。但係如果你冇氣量嘅話，你根本上承受唔到嗰種運動量啊嘛。
用呢條繩即係咁啦，嗰啲唔係呢個練只腳，呢、這個佢係綁住你，跟住你向前跳，跟住咧佢練你個大髀同個肌耐力咯，係、啊、你對腳會強壯啲，即係嗰個當就穩陣啲。平時咧，我想知點解你哋個個人咧，即係大部分啦，都著啲咁緊身貼嘅衫咧？其實即係緊身會即係可以幫啲 muscle recover 得快啲。作為一個騎師，點樣可以做到一個男仔170或者16幾高度，得個百零磅，佢同我差唔多，仲分分鐘瘦過我添喎？點樣可以做到咧？最緊要係飲多啲水。咁多水啊！反而係啊，會令你個人新陳代謝又好啲。唔知點解你瞓醒之後又輕翻啲咁啊？多菜少肉啦，健康。你會唔會出去買啲薯片啊、零食啊、蝦條、朱古力翻嚟食嘅？收埋雲椒。哇！以前都會開始跑馬就冇啦，真係。你跑嗰只馬要做嗰個磅，咁如果你仲咁冇節制，你咪跑唔到咯，同埋係啊，所以呢啲係你自己嘅 discipline， 如果好嘅話就會可以忍得口。訪問完佢哋之後，先知道我哋啲女仔成日話要減肥，講真啦，真係小兒科啊！相比翻華人外籍騎師就更加辛苦啦。由於天生骨架同埋身材啊都比較高大，要維持好嘅身形，就要長期過非人嘅生活啊！冠军骑师潘顿身高有1.7米，每日只是饮200ml 水，每当有应酬食得多，第一时间就入厕所扣喉，因为长期饮水太少的关系，搞到不止一次因为生肾石入院做手术。其实大部分骑师每日只是吃一餐，甚至焗1小时以上的桑拿，帮助身体去水，甚至要吃利尿药去洗手间。有骑师试过在赛事途中因为缺水，所以送了入医院。所以减肥对于他们来说真是终身的事业。你嗰個最幼啊，真係。我呢支跑馬用嘅。係咩？跑馬點解用最幼咧？跑馬唔係要硬啲咩？真係有啲好幼好幼嘅，我見。超幼。笑乜嘢啊？你真。自從冇咗馬徑之後，唔識跑馬，冇曬末啊！阿姐，人哋排位版、賠率版全部出翻曬，你唔係仲未買啊？咩啊，姐啊？我好後生噶咋，我叫 Paris， 巴黎。是的，全彩12版的。咦，这个人这么像你的？是啊，人人都叫我做跑马地贤仔。全彩12版七情往色全部落齐。原班人马原汁原味，够晒专业啊。排位版赔率版都出了，你不是买啊，记得捧场啊。